这个牛的香料，一整头牛啊，只有像这样的两块肉，只适合做牛肉干。这个是牛的后腿肉啊，也叫元宝肉。翻过来，这全是瘦肉，这是上午现宰的牛啊，把这个牛头举下来。哎，这个筋全部剔掉的，好多筋膜呀！这个肥肉也剔掉。 腌一下，腌制一下，来点盐葱，芹菜，再来点家乡的西葫芦盐，再少来点酱油。这就能吃好久吧？好了，妹妹，放心吧，帮着切。嗯，差不多了。好嘞，跟我来，行。 这么多牛肉干够吃我两三天了。我们草原上的气候比较干燥，这个牛肉晾两天就成牛肉干了。晾了两三天的牛肉干终于可以烤了啊！我把它摘下来。我们内蒙古的气候啊是比较干燥的，你看，晾了两三天的牛肉干就是这样了啊。好了，拿去烤吧。火弄好了，行，那就开烤。来，哎，这里烤了两盘萝卜。 哥，那慌慌忙忙呀，你快点吧，这个牛肉干怎么不够吃了？最后一粒了，这个。这样牛肉干一天能吃几个？一根。一直吃。<笑>我也一直这样吃。你也一直吃吧，哥。吃一辈子我。尝个面，看看牛肉干，滋滋响呀。八路哥熟了吗？熟了，来，吃吧，吃吧，你们三个。 牛肉干，第8成干了，8成干的牛肉干啊，得需要3斤的鲜牛肉。嗯，干了，喝茶，来，来茶配牛肉干啊。哥，这就是程序员说的下午茶吗？这我们草原上的下午茶。<笑>我吃着刚烤的牛肉干，感觉有种吃牛肉大串的感觉。嗯。 看这个牛肉的香味啊，慢慢的，享受，等着吃，抱着吃，这回管够。嗯，小心菜包子疼。您几个吃着啊，把这个烤了。包点肚包肉啊，看看这个大块肉，这都是羔羊羊肉啊，大块肉，这样吃起来才过瘾呢。 好一个肚包肉了，行了，够一盘了，这个够我吃了。直接下锅吧，这个先煮上，放点生姜枸杞，再放点这个家乡的大料盐啊，别的啥都黄料都不用放。一个小时了，肚包肉差不多，放点葱花，香菜，肚包肉的汤啊，是非常好。 来一口韭菜花，这韭菜花一蘸呀，味道又翻好几倍。我再来一口你，这羔羊肉做的肚包肉就是嫩的。
这六个土包肉啊，大概是一斤左右，够一个到两个人吃。我自己是吃不完啊。